恶阳，一口有华，加一口有粮，叫一语誓死，我没2块钱彩票，500万啊！这火盆里烧了，让我们爷们上那边对账。多余，咱们这边最小一块1亿，今天500万有点太灵了，找不开。人下一场怎么办？退吧，退吧。啊，你们要退啊，就都退，别剩俩耽误我下班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要都退了，这不叫下班，我叫失业，我叫下岗了，现在就是。还不我养你、啊。我信你个鬼！我信你个鬼！糟了，做坏的很好。吃豆腐脑放盐还是放糖？卤。卤。我们就行练，公园里面那单杠、双杠没有他爸爸上去。你瞧，啊，后来给我爸爸送个外号"杠精"嘛。杠精。您这太瘦了，谁呀？太瘦谁呀？咱这瘦，嗯。您别看我瘦，嗯，骨头里边包着肉，哎。可是您是螃蟹，不一会儿几天内看着他爸，嗯，爷爷爷爷爷爷，这挤进去一葫芦呗，这挤进去一葫芦。这老师是我的搭档，他的名字叫，我给大伙翻译一下，这哼哼就是父亲的意思啊，他爸爸就是产油，我爸爸叫大青鱼。他爸爸油大，我爷爷叫耶稣。我说老爷们做什么旗袍啊？你们给您爱人做一个呀？是，我也看着到底画什么眉毛？画什么眉毛？没涨工资吗？没涨啊，我分人。这老头儿张眉了。你瞅啥？我瞅你像我儿子。啊没有挨过打，你打得过我吗？你打得过我吗？我爸演了，我演。我说我爸演，那不就是我演吗？你们公司安吉祥牌的吗？那得七百阵是多了，那得七百阵是多了。改个名，改个名，改个名。你要我是文字儿，我改成文字儿。要纹什么叫？你叫关文梅。啊，长得也不好看啊，不像我儿子。他这话没错，不像他儿子，像你爸爸。那正经郭建门里头的了，当然了，他是违背我们祖训。郭建门有祖训，什么祖训？你这个身高太高了。那你也违背祖训了？怎么了？师傅说了不收女弟子。一个好的捧哏演员应该怎么办？先弄逗哏的，先弄逗哏的。那不学什么？哎，要不学哲学特别像。得说我名字，凭什么我说呀？谁说了逗哏的非得叫捧哏的？你说，你说，我说，你说试试。我叫。现在的九成，你是觉得长能看吗？是，你是不是要这个台？你闭嘴，不用说话了。能看，非常能看。你看你说哪了？你敢太难看吗？看我们俩的眼睛，看你们俩这眼睛加一块还没有他的痘大呢。比方说，我跟你媳妇真有点事儿，我就问咱俩之间的关系算什么？算扯平了。